成一种非常重要的指标性。这种是对于过去中国的体制啊，都历史上这个出现过很多次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年纪是文革的过来人啊，都建筑的想怎么样在从上层基调定了之后，下面的官员争相表演，为自己的政治的前途啊，也为了捞取一些这个纯粹的掌声。我想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是啊，典型的体制的现在这种形式啊，所决定的这样一个大。好的，陈教授，刚刚肖文教授说，事实上这个不是偶然，也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才有的。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说，最近好像是特别的厉害，等于说是变本加厉的升级了。因为我们看到不只是一般的这个驻外使馆，也甚至连这个主管外事最高层级的政治局委杨洁篪都使用一些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礼啊。那您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什么？我们说，就是因为英美现在是冲突加剧，双方情绪都很激烈，所以说使用的语言也都在升级。他认为这是一种补牙还牙的做法，您的看法是什么？这个呼吸的做法，应该是美国的那个